我今天提了满满一头牛蹄过来，这总共就30多斤。今天去那个屠宰场打的这一头的牛蹄，30多斤，然后给它拿在这个窝里面，上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好，现在是早上，差不多5点多，天刚蒙蒙亮。啊，今天过来谈这个龙虎坑啊，好久没过来，应该有个10来天没过来了。啊，这坑是来自上海的一个朋友陈娇姐包，她第二次找大雄包坑，感谢你的支持，然后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了，因为这个在超级，直接开盘吧。来来来，鸡蛋抢焦点，今天收获多多。差不多抽了1个多小时了吧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再抽，那么接近1个小时应该可以抽完。好，这个我就放了差不多30多斤那个牛血在这里面，给它抽干了。看有没有什么时间货，期待中国多多。哇，看那边，哇，一整片都红彤彤的。哇，今天可以，哎呀，哇，那么多鱼，鱼抽差不多了，我们就不抽了吧，直接给它关掉。那边太多，我等不及呀，不抽了，完蛋了。走，躺在那，哇，整个坑都红彤彤的，红彪彪的，这个是红彪彪的。哇，赶紧，走。觉得没什么大货，怎么就看到自己公？不过这个也有那个小石斑石穿啊，可以，个头也可以。哇，这条这么大，这组呢已经最起码100多啊，可以，哇，十几公，这个头都可以啊，看，哇，这只也这么大，腰围没人。来，石头盘了，赶紧抓紧。哇这大的，我先给他抓了。这鲸鱼刺激啊，这是鲸鱼啊，不是抓鱼。哦，这边也有，都够鲜的，可以。哦，这就是十几斤抓完，我估计就有2-3斤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小鲈鱼，那不要你。哇，小的十几斤，小鲈鱼这么多，不管它，不要，这种小的我就不抓了。来，我给你放正。我不抓你了，往那边跑去。哇，这只鸡公个头也可以呀、啊。哇，这边，来出来，来，还不出来？我盘石头，哇，直接被我一起盘起来了。可以，来，上一个，他走了。哎，哦，这鸡公，哇，这里面这鸡公好多、哦，我们要找认真一点。哇，又一条。哇，今天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吗？要是都是十几户，像刚才那边那么多，那真的是要发财了。一摸到一条，哇，这个值钱的石斑啊！哇，这个老值钱了，哇，这个已经好几百块，这一条是就能值个300多，可以呀、啊！哇，这种石斑都搞得到，看来这个牛蹄放的不亏啊！认真的给他找，这是大哇！好久没见到这么大的，看，黑雕，竟然这么大的，你竟然就是跑到市场上面去都没有，这野生的哇，可以黑雕，哇，这最起码。最起码一斤多，这种的也是按现在金鱼系的价格，这差不多一只就能爬到156，那差不多一斤多，可以，哇、哦，这种的一斤都有100多啊，那么大的，哇、哦，今天发财了，感觉也没货了，哇、哦，那我们不找了吧，今天也可以呀、啊。那接收货也可以，我们直接看收货吧。哦，今天发财了，陈小姐，发财了。哦，看，哦，十九公啊，满满一堆。哇，这章鱼在这边咬十九公，可以，
这一次几乎差不多就有两站近。好，个头的这么大的，我们这边一斤100多，差不多这种的，现在差不多100，哇，它都有站近，接近300了。这一条就能够卖个150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300加150，400多。还有这次，这次星星珍珠卖个300多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差不多，7-8连左右应该是有的。然后这样加起来，最少可以卖个800多，应该是很轻松的，800多一点点吧。哦，还有这个我就不赚，可以，今天这收获可以。那好了，那我就拿回去给他处理一下，那赶紧抓紧就回去了。那感谢陈姐姐再次的支持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喜欢打圈的，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走了走了，回家。